片开始前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这是我们这一天住的房间啊，这两个玩得很开心。好，这是我们这几天住的房间，两张单人床，那我们两个大人一人雇一只，刚好。那护婴的床基本上，昨天我儿子有睡一下。因为他们这年纪婴儿床是这种不能降低，有时候半夜站起来是有点危险，所以需要注意一下。然后像我坐在这边，我坐的位置，然后往外看，就可以其实可以看到海。可是因为那个这个我照不到，我今天给大家看坐着吧。我坐在窗面，我就能看到那远远这边远远的就可以看到冲绳的海域。冲着美丽的海洋，哇！我们今天早点回来也有好处，就是因为今天天气也不错，早点回来休息虽然有点可惜，但是有带小孩嘛，所以回来就去看个海也很棒，看美丽的海洋，哇！喂，这两位小朋友在做什么？哎，你们两个要拿贝贝啊？不要拿我包包，我哥讲的人越皮。被子给你，被子给你。然后我去看一下厕所。那大家，啊，反正这边全身地，然后电视柜子，很废话。然后这是我们自己单，因为他自己插座很少，就只有这一个。那跟这边有个全身镜的旁边，两个插座其实太少了，我们要充 GoPro 什么不方便。然后带大家看一下厕所。那这间饭店很贴心的，就是帮我们准备那种硬的澡盆，有没有？它那么小小的。啊，今天好像没有看到，不然可以买。然后厕所是这样，基本的备品啊，这是我们自己带的。然后浴缸，那这位小朋友年纪也乱，这位小朋友我们还没到洗澡时间呢。然后浴缸，好了，我要先处理这一只啊。他们进来，一进来就看到这样，就是整个房间的整个观的景观。那这位小朋友很开心，那这位爸爸在吃饭。这天4点多，可是我们中午没吃多少，就回来再吃，买了一些也可以当晚餐。那晚点他们也要，好，就这样。我们现在来到波斯上神宫，那这是它是冲绳最大的一个神社。嗯，啊，今天10月31日是他们的除夕，所以人比较多，对，我们现在要排队拜拜，祈求2024年平安发大财，平安健康顺利这样，对啊。那现在我们要来，就是按照习俗，一定要来抽个签，看明年运势。哎，它有那个什么，日语、日英格里许繁体跟简体翻译中文，所以有来这边的人就是签也看得懂。啊，现在那这边也可以卖玉手，那也可以。可以。这边比较多。
比较有几率拿到橘子。好，是什么呢？等，紧张时刻到了。小鸡，我们小鸡，对，很棒。小鸡，那我就一样这边。菜真的是太紧张，跟Lemon比的话，这边比较紧张。什么大吉啦？看我2024年会多顺利！哎，他这边也可以买预售，那因为今天除夕很多人，那你可以按照你的需求来买。然后他那个会嘛有嘛，因为他那边是不能露营，所以你就可以按照你的需求买。啊，他们这里的预售应该都蛮漂亮，我是因为人太多，不确定有没有时间买。对，哦，这边就是他们。今天会有些摊位，因为现在时间比较早，还没开。晚上应该会很漂亮，对 啊，因为我们没有待到晚上。这里就是波子上神宫的鸟居，最喜欢神社的鸟居了。这边就有那个鞋，我们来的时候有点担心，说波子上神宫看网络上照片很多阶梯，怕推不上来。那还好，旁边没有斜坡，旁边的斜坡就能推。那有可能是他们在进货，所以这边比较不好拍卖。没关系，我们现场有看到。因为人太多，我们就不排那个买预售，因为我们时间也快到，等一下要去吃午餐跟去国际通啦。虽然国际通在吃午餐过后，我们就要去机场搭飞机回台湾。对，你看沿途风景很美。我们是往下拍，不一样的 view 啊。今天除夕，所以就是不提供停车场，因为车都满了。啊，因为他们有很多摊商，所以就不提供。我们也可以看这里，他会教你如何参拜，如果。你要先晋升，就是先洗洗手跟漱，然后还绕一圈这样拜这样，然后我们也有刚有拜的。今天除夕嘛，他们有除，因为今天他们的除夕啊，所以你要看他们就会有景贺新年，就是跟我们台湾一样，农历年都有贴一些类似春联的东西，就是标志。有比我觉得冲绳必逛应该是这个点。又来国际通，最后一个。那天就是中午来一下国际通啊，等等吃饭就要很快。那今天12月31日是我们在冲绳的最后一天，然后就最后正式来到国际通，然后逛一下子，等一下去吃午餐过，就要准备去搭飞机。我们飞机几点？好像4点还是我好像4点的飞机。3点多4点。反正跟团就是跟导游走就好。我连班机时间都没来及。不过以前自由行不能这样，一定会记超那个超。超清楚，因为自由行那天我忘记没人提醒你。这边是 Starbucks， 这边像那个什么，我拍那个圆球玻璃上去是。我觉得日本的星巴克的价格跟台湾差不多，但是我觉得日本比较好喝，顺口一点。我比较喜欢喝日本，但是它咖啡豆有没有差？有可能有差。今天给你们就算了，我们还怎么吃？现在凉凉。可以逛1小时多。
全天晚上就来吃这间。两星，开始，大家看一下。